当这位记者划过天空的时候，忽然间感觉自己所有的幸福都被掏空得一干二净。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会经常想起他，但我想我们也再无法回头了。这种感觉你能懂吗？他离开以后，这个城市依旧会很安静，而我的生活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过去，想起曾经在一起幸福的画面。无论我多么努力，我都无法将他的幸福还原了。终于我点燃那根放好多年却一直在身边的烟。如果他最后还是可以幸福的话，我怎样其实都无所谓啊。我抬头看着远方，恋爱也好，人生也好，只要这个过程很美好的话就足够了。有时候黑暗来得太快，让我们来不及去享受那份美好的光明。于是我一夜之间掉光了自己所有的头发。喂，哎，长泽，我是大木。嗯，是表哥。了解的情况，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。手术的话，大概怎么安排？大概7月25。这样子的话，我现在去陪陪他，你也要保重。好吧。我在梦中曾经很多次回到过这里，因为这是我胎地时曾经去找过的地方。我们三个要永远在一起哦。三把手是我小时候哭上去的，那此刻我想要见到别人的心情又更加强烈了。